碗热乎乎的汤是一大享受。那么这一间餐厅啊，它30年来只卖一碗汤，究竟这个汤里头是有什么独特的秘密？就让我们跟着镜头一块去瞧瞧吧。在这宛如世外桃源的人间仙境当中，静静矗立着一栋木造式的建筑，它不是什么度假胜地，而是一间老字号的餐厅。说是餐厅也不甚贴切，因为啊，这个店里面近30年来只卖一锅汤，却还是有许多的顾客一试就成了老主顾。我来喝汤已经将近10年了，我只要好朋友，我一定带他来喝汤。我们这一年来，差不多每星期最少有一次在这里呼吸了新鲜的空气，又吃到好东西，何乐不为？一望要价6000元的汤，仍然让大伙趋之若鹜。究竟是有什么神奇的魔力，从忠实主顾的言谈当中就能窥之一二？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将近17年的糖尿病，但是因为我喝了这个汤，对我的调理身体，我的医师都觉得很奇怪，我怎么可以不用这样子吃这么多的药，但是我的血糖控制得很好。汤的任务就是要让身体恢复平衡，随着每个人的健康状况的不同，往往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，会哭会笑会昏会睡，但老板拍胸脯保证，虽然客人的反应千变万化，但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恢复原来的健康，甚至比没有喝汤前还要更好，因此啊，虏获了饕客的心和胃。想要知道还有哪些养生进补的美味料理吗？